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就位于广州的喜义路，刚才我就是从高帝街走过来的，不过这几天就先分享一些跟中秋节有关的视频先。高帝街的视频就等过了中秋节再上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过几天留意收看啦。中秋节就快到了，一到逢年过节，广州人都喜欢买一些猪笼入水的饼，放在自己的家或者是神位的上面，寓意猪笼入水，财源滚滚来。今天我就过了来位于喜义路78号的这一间名画饼店。整条喜义路上面人最多的就是这一间铺了，排队的人全部都是过来买猪仔饼的。这间店始创于1983年，到今年已经有差不多成40年的历史了。老细说他们这里最出名的产品就是鸡仔饼、蛋挞和蛋卷，那就当然还少不到这些猪仔饼啦。这些代表猪笼入水的猪仔饼，售价20元一个，每人就限购5只。猪仔饼的皮就是月饼皮，馅就是百年蓉和半只咸蛋黄。83年开到现在，最出名的是什么饼啊？鸡仔饼，鸡仔饼，旧传统嘛。南乳啊，吓。他们的蛋挞皮是店家自己猜的酥。自己猜的酥皮，咁就梗系好味过攞货翻嚟嘅酥皮啦。而且用嘅系铝盏，哇，仲要用铝盏添啊！几大要素全部都有咯。蛋车唔要噶啦，唔爱啦。一只猪仔饼入边有几多蛋黄啊？一只，半只。半隻大嘅一隻點裝嘅？哦，用乜嘢蛋黃又又貴曬，我都冇貴到我哋。哦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啲豬仔豬籠餅咧，係中秋嗰陣時食得多，定係平時都攞嚟拜神㗎？平時都有㗎，過年啊，面頭嘢嚟㗎嘛。哦，你唔知咩？我喺個神位㗎嘛，東南今年啊，可以擺係東南邊啊，可以擺幾耐啊？佢一年到晚擺俾人哋。哦，第二年，人哋完就買三年，擺到第二年又再買，再換噶嘛。哦，使唔使擺幾耐就要？攞只豬等翻中水落去。哦，只豬籠入水。你食緊只豬，你冇理由一個我講先嚟一個月啦，係咪啊？你冇我冇理由你等一個月先食噶，你擺擺十號你都食啦，食完中水落去。擺喺個籠入邊啊？係啊，等喺度。我咁咪用幾細嘅樽啊？哎呀，有啲咩裝？个化妆品个箱仔哦哦，猪笼入水啊！系装得到就得啦。好，好，呢次我试下，我试下，试下先。今年嘅台位喺东南边。东南边啊吓？东南。东南。人哋嗰啲办公室啊，都系摆嗰啲地方。哇，咁我买多几只咯。哎呀，做唔切啊！我哋唔系做唔切饼啊，冇笼仔嘅。冇笼仔啊吓？笼仔成本几钱啊？几蚊噶？都要几蚊噶？系啊，唔系。哦，怪唔知你哋买二手。有嘢话我哋。咁貴啊！十幾蚊嗰嚿粉頭，你唔值得嘅。唉，一分錢一分貨。咁啊係。加上人家嗰啲籠仔係咪都係手工整嘅？德慶運翻嚟嘅。德慶噶。我哋琴日用車，人哋運唔到翻嚟，開車去攞，淨係車費、路程費都300多蚊啊！明白。幾多啦？你話唔係？我哋都冇升價。理解理解。今次可以做鬧嘅，我哋咁話，我哋咁貴啊嘛。唉，理解，知道成本就得噶啦。我哋唔使，我今朝买猪肉啊，都升几蚊斤啦。诶，而家猪肉又升啦，系啊。呢个烧鹅升6蚊啦。系啊系啊，猪肉年底升价。唔系啲后生冇嘅，系嗰啲上年纪嗰啲。啲後生嘅理得你幾多錢啊？我同你啊，咁啊過節啊嚇，好，等我又買多幾隻先。限買幾隻啊？而家唔得啦，好，好多謝阿姨嚇。買下係啦。哦，唔俾買多嘅咩？就已經唔切啦，我想買100隻俾你一個。哦。不過你過條線買都得。咁啊，想應下節啊嘛。應下節拜神啫，拜神咧唔到萬你都可以拜拜曬啦。好好好，好唔該。一年到晚都可以買，係嘛？嗯，好好。老嘢冇財發㗎，淨係發財啦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啊。呀，開心啊！嚇，你攞到啲資源啊，資源有水，你冇病冇痛嘅，有
是啊是啊，好好好，唔該。我哋好多人入水唔同嘅。好，唔該阿姨，排隊先。你理解就得啦，理解。名畫餅店是手工老作坊，所有產品的價格真的一啲都唔貴。老闆話隨便影相，但是想買豬籠入水的餅就要排隊。排緊隊的時候，我就買了一斤蛋卷和半斤雞仔餅。收爐了嚇。呢啲就係啱啱烘好嘅豬仔餅，老闆話整餅唔係問題，而家係冇豬籠。佢話而家豬籠仔入貨就相當難，排隊嘅全部都係等緊買豬籠入水嘅豬仔餅嘅。啱啱烘出嚟嘅餅要攤凍少少，然後就再用手工一個一個封袋嚟包裝。排隊等嘅時候，蛋撻就啱啱出爐，買咗兩隻嚟食，3蚊一隻。見到好多人一打兩打咁樣買翻屋企啊！试了他们的鸡仔饼，腩鱼味和蒜香味非常浓郁，真的很地道的传统味道。蛋卷25蚊一斤，里面有很多芝麻，价格相当美丽。蛋卷入口就不是特别松化，不过就很脆，还有芝麻的香。他们的几个招牌产品我都觉得味道可以。每个猪笼入面还放了一张纸加肥屋润。其实这个产品成本几多我心中有数，不过以猪笼入水的方式来卖，它收20蚊，我个人觉得是没问题的。我想做生意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，要将同类型的产品做到与众不同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。终于轮到我了，五只五只。应该半斤鸡仔饼咯。多谢阿姨，多谢多谢。今日虽然排队就辛苦啲，不过最终都是满载而归，非常开心。他哋猪笼入水的饼过了节之后都有得卖噶。今日的视频买猪笼入水猪仔饼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我喜意分享我在广州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如果喜意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看广告。多谢你们的支持。